到底哪根手指啊？进不去你就睡在这里啊。起来起来起来。一大早起来就发这么大的脾气、啊、现在小偷都这么猖狂吗？你别动我东西。这个是你吗？这人比上镜好看，但是我喜欢你笑的样子。下一个 smile。 我报警了。下一个。你放下。想清楚了吗？我是谁啊？黑社会老大。服务员，加酒。好酒量，来来，接着喝。要了半天酒了。来来来。酒吧服务生，不对，你是那个专车司机。记忆力不错，所有事情你都记得，只是记不得我是谁。跟踪我一晚上到我们家来干嘛？我是受害者。南小姐都习惯对陌生人拳脚伺候的是吗？我想起来了，你是清醒梦境的老板。昨天我去你们那儿喝酒，酒钱还没带够，所以我喝多了，你送我回来。你扶我上来的吗？那为什么你在我们家待了一夜都没走？这个问题呢，真是应该我问你的。我为什么在一个陌生的女人家待了整整一个晚上？我要追究一下。肚子饿了是非常正常的。昨天晚上，你所有的存货都在我的车里面，有空可以下去品尝一下。你别说了，刚才你说的所有事情，我觉得呢，逻辑上都没有问题，我是相信的。至于你为什么在我们家待了一夜，我也不想再追究了。现在你可以走了。
哎，不是我不想走，是你不让我走的。不可能。嗯。哎，小心！哦，晕死了，姐！好，好，先坐下，先坐下。哎呀！昨天晚上的情况呢，你确实有些狼狈。别走，别走！本来没有想送你回来，可我的手机还被锁在你那个装无人机的箱子里。送你回来，无非是顺手做的一件好事。结果进门后，你觊觎我的色相，对我上下其手，百般蹂躏，还一个手快把门反锁了。你说我该怎么向你追究呢？我们的计划真的特别认真。别，刚才我都说过了，你们就……谢谢啊。喂，到我发你那个定位来接我，不急。不用急，有没有吃的？肚子饿了。橙汁配这个，方便面配橙汁，你没这样吃过吧？好吃的。你有兄弟姐妹吗？什么意思？你这个人怪不得，不懂得分享。哦，我一个人住。哦。哦，对了，你跟我说赔偿我车子的事宜怎么办？多少钱啊？这也是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。要不你写一个欠条给我，好让我跟那个保险公司去跟进。哎，你找咱啥？名字只是个代号。如果你不够钱赔我的话，可以用你的飞行器来抵债。我的飞行器是无价的。是买的吗？做的。确定能飞吗？当然。
什么材质？碳纤维。转速是多少？最大转角200多每秒。真是家居旅行，越货杀人必备的利器。百米之外，轻而易举的取人首级。谢谢你，没有杀了我。我的飞行器是很安全的。那刚才？你没看出来是故意的吗？先走了。哎，欠条，你的欠条。你的姓名、地址我都有了，还怕我找不到你吗？说不定你会很需要我。长得不错，修水管的，修水管的都能长得这么帅，哪天给我叫到我店里也给我修修。哟，这还留人吃早饭呢。我看你这早饭有人陪你吃，水管有人帮你修，又去酒吧喝酒，那我来干嘛？我去酒吧是玩去吗？我那是去工作，你以为我想去啊？我跟那些搞投资的真的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沟通起来太困难了。欢迎来到现实世界啊！比如说温迪，和他3年前的青涩模样比起来，如今不也练就了和各种人都能混熟的本事吗？鲍勃果，温迪嘱咐我带来的，他让我来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。我看你养只狗得了，狗最大的特点就是忠诚。看我在家舔伤口啊！南乔，我说你怎么能把日子过成这副样子呀？这种事儿一般都在我的掌握之中。你难道有办法既把柜门打开，又不让这些碗摔碎？正在计算。结果呢？待会我们开柜门的时候往左边跳，被碗砸中的几率就会小一点。幸亏我不是处女座，不然我早跟你绝交了。确实没砸着我。哎呀呀呀呀！春宵一刻值千金了没？啊！我这从来没见你在哪个女的他们家待过这么长时间，一见钟情啊！你都没反驳我，看来是真动心了。原来你喜欢这一款啊！帮我搞定两个人。谁呀？于峰资本侯月，还有季敏。就昨天晚上那俩弱鸡啊！咱们要开新店了。谈生意的能力你没有，搞坏人家生意的本事你应该很擅长的是吧？什么路子呀？南桥的投资必须要失败。谁啊？这妞啊？什么路子呀？她是一家无人机公司的老大，亲自出来谈钱，我觉得是她应该公司出现什么资金的问题。无人机，怪不得没有女人味。哎，不对呀、啊！你要想追这个妞，不应该帮她搞定投资，然后让他反过来抱着你腿哭吗？你这是什么套路啊？欲擒故纵，高级，太高级了！这追姑娘最高境界，电话。最高的境界，就是把她逼到绝境，然后让她反过来再追你，有点意思啊。直接去找这两个人，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一句话。钱不可以给南墙。以谁的名义？顶着谁的名号好办事很稳。收到。
室内悬停技术，超视距飞行，这是根据 Dr. 天森 Fred Rich 的论文写的读书笔记。给我带点水喝。给我带点水喝。他怎么会有这个？给我带点水喝。给我倒点水喝。你别要看我的东西了，我给我倒点水喝，听见了吗？这是什么？那全都是我的失败，别看了。要不是因为我，我们全公司上上下下也不用这样。我连个投资都没谈成，我除了会做无人机，什么用都没有。突然刹车了就会摔跤，都得先减速再刹车。哈，记住了。姐姐，啊，你接着飞来，接着飞。好。五，四。三，二，一 ，surprise！ 喜不喜欢啊 ？You know I love you. I always will. 各位，今天是即刻飞行的大日子。我们的团队啊，在质疑声中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。的确，一个全新的理念必将会在坎坷当中前行，但是时间会给各位一个满意的答复。我以个人的名义入股即刻飞行，为公司的发展保驾护航，请大家多多支持南桥，支持我们的无人机企业。谢谢。今天是你的大日子，也是即刻飞行的大日子。即刻飞行是你的梦想，我会帮你一起完成梦想。戒指的事儿，你不用着急回复我。接个电话好不好？不要，很快就结束了，好吗？你快点。哎，小乔，
我这刚从公司出来，跟同事在一起呢。我知道。今天晚上可能回去晚一点，我跟客户还有事要谈。你在公司也别熬太久啊，要学会照顾自己。周然，我们分手吧。你说什么？你的生意可以一单一单复制，爱情也可以复制吗？你在哪儿呢？南桥，你在哪儿呢？你听我说，今天都是逢场作戏，你知道，男人是需要应酬的。你别多想了，今天这一切都是他设计的，我真的不知情。行，这一切都是他设计的，那你那个吻呢？小乔，我们两个刚认识不久，这一切都是工作上的利益往来，真的不是你想象的那样，我这样。我解释给你听好吗？南桥，你干嘛呀？留在你公寓里的东西我就不要了，都扔了吧。南桥，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，你很不开心，但有气你可以撒出来，别拿结婚这事儿开玩笑。下个月结婚是吧？我就不去了。南桥，是不是太任性了？男人在外面沾点荤腥怎么了？啊？生意场上本来就是声色犬马，至于让你一点机会都不给就取消婚礼吗？发出去的请柬怎么办？你就不怕是吧？怕呀，怕的是你吧。麻烦你跟周叔叔说一声对不起，婚礼我不能参加了。那就，你别拉拉扯扯的，你一个大男人能干脆点吗？你摸你良心说说，我对不对得起你？你喜欢无人机，我竭尽全力的帮你。你想开公司，我给你投资了极客飞行。你现在让我怎么样？你对极客飞行的投资，是用来等价交换我南桥的感情的，是吗？所以，请你投资极客飞行就是个错误。南桥，果然，提到极客飞行，你才有点反应。我们的婚约都不值一个破公司重要吗？破公司。再说一遍，你知道极客飞行对我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你一心里只有无人机，意味着你逢过年过节都在拼命的加班，意味着跟我父母吃饭还拿着一个破电脑，是吗？南桥，你不说咱俩一开始就是个错误吗？那现在修正也不晚，我要退股。可以，我30%的股份按照现在的估值折合成现金，一周之内到账。好，我们分开是对的。南桥，你为什么不发火？南桥，你为什么不生气啊？为什么不像其他女人一样大吵大闹？啊！我告诉你，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种自以为是的样子。不生气吗？你不在乎我吗？不想打我吗？你救周然吧，我是常建雄，奉首长的命令过来接小乔回家。南桥，南桥，我还没说完呢。3年不见了。是啊，3年没见，一见面就送我这么份大礼。对，
是我故意把你约在这里的。我不希望你稀里糊涂就把我滚回家。小乔，我希望你看清楚了再做决定。三年的时间，我都没能真正看清楚他，我也是失败的。是他不懂得珍惜，你给他自由，他去哄别的女人。三年的时间，他但凡真心对你，也不会拿极客飞行来威胁你。是他的东西都会还给他，我立马跟他算清楚。如果这家的车股公司会有问题吗？会。折合成现金是多少？不是小数。我可以。不可以。如果我有需要，会第一个想到你。但是如果我不需要，就算我给，你也不会要。南乔，带我去公司看看吧。一走三年，也不知道这帮混小子现在怎么样了。长哥，长哥，我告诉你，老秦要知道你回来得乐疯了。老秦，老秦。长哥，你回来了！哎呦，别烦我！老大下月就结婚了，公司马上改成姓周的，新产品再研发不出来，等着扫地出门吧。嗯，那我走了，你赶紧走。长哥，哎呦我去，哥回来了！哎呦，这都三年没见了，想死我了。救世主啊！这就是你们说的长哥。对啊，咱们极客飞行的绝对守护者。接着说了，老秦啊，这是守护神啊。新装备，啊，这变更新的不错呀，是不是？只是隐瞒了最重要的事实。什么？这么完美的男人，居然还长得这样？哎，跟老大青梅竹马，别瞎惦记。走，看看。可以。三年的时间赢了这么多奖，哼哼，这次回来还走吗？不走了。欢迎回来。是不是结实啊？够结实，你有吗？我没法比。我接了。为什么？我们俩不合适。他劈腿了？嗨，其实照我说呀，不接也就不接了吧。哎，我看啊，这未必是件坏事。这投资人和未婚夫两个身份本来就是不能共存。一个是为了利益而结合，一个是绝对不能为了利益而结合。投资人的身份也没了。周然不做我们的投资人，这是你的意思啊？你怕他拿投资人的这个身份来为难我们？不能让他轻易退股，我们可以寻求法律保护。他提出来的，也是我的意思。真没想到，哎，你说你们在一起这么久了，周然这个混蛋竟然这么决绝。其实我一直在想，一个跟我谈了三年恋爱的人，我好像一点都不了解他。一个男人花心的时候有一百种理由，他能把爱情分给第二个人，就一样可以分给第三个人。可是爱一个人就要用尽全身的力气了，怎么还有精力分给第二个人？乔，这种人不值得，给自己点时间，很快就能忘记的。
周然提出来，要用30%的股份按照市值折现。今天先不谈钱的事儿，就说这个决定，你会后悔吗？我什么时候做过后悔的决定？好，既然你不后悔，其他的善后工作万事有我。不过，家里那边你说了吗？你爸和你姐还以为你下个月要结婚呢。他当初要结婚，让你转告我，这个婚不结了。他不用当面告诉我，他吃什么苦，有什么难，我管不着，我也不想管。他成立了个什么公司，3年不回家，他今天用不着回来。爸爸，在这件事情上，小乔有他的难处。再说了，这3年又不是他不想回家。不，他的事情我不管，我不想知道。小乔，周然父亲来家里了，说是什么负荆请罪，可句句都在指责你，说你整日待在实验室里研究飞机，家不回人不归，说他儿子一年能见到你的日子寥寥无几，说他撤资是为了挽留你。挽留我？所以我应该把极客飞行关了是吗？我们分手是因为周然劈腿。小乔，你知道吗？爸爸当着周家人的面没有说你一个不字，他就说了一句话：我们南家的闺女就没有孬种。去看看爸爸，走。姐，你照顾好爸爸。小乔。姐。那我先送他回去啊。那你照顾好他。放心吧。常建雄，到。不许帮我。是。陪我去个地方。啊？去哪儿啊？老地方。3年前，我决定去边防服兵役，你就是在这里给我送的信。3年的时间过得好快呀、啊！你都回来了，我还是一事无成。怎么会是一事无成呢？3年前，极客飞行才刚刚成立，怎么能和今天比啊？你觉得我跟周然是我的问题吗？小乔，你听我说。你真的不需要自责，要错也都是周然的错。我知道，比起谈感情，我更懂得怎么在实验室里做实验。他觉得我无趣，完全能理解。但是周然他没眼光。从小到大挺我的好兄弟回来了。我只是实事求是，我们南桥的确毫无破绽，能让我说一个不字。怎么着？不信啊？那要不要问问老天爷？怎么问啊？老天爷，你瞧，小乔做没做错啊？我做错了吗？看到没？连老天爷都无话可说。你出去3年变得幽默了。我只说我觉得对的话。
小强，周然撤资的事，如果你需要我，我能想到办法。可眼下我们命令，服从。没忘啊？哪敢？你们边防的天是什么样的？蓝，特别的蓝。小安，你怎么那么慢啊？来来来，给我几个，你从那边发，我从这边发。好。乔，等会儿我会先就公司的商业发展前景做一个总体阐述，接下来老秦会配合你现场模拟操控飞行编队系统。小安，你赶紧再去确认一下两小时之后的天气状况是否达到试飞标准。好的。Q， 你穿什么来的？我怎么说的？今天是公司的关键时刻，注意形象，形象。啊，还有，难道没有人想到这么重要的会议，好歹准备些花啊、水果啊，招待客人吗？我闲着我来，你赶紧网上点个外卖备注急用，让骑手快点送来。好的。那个温总，我这一身是精心设计过的，这是必胜套装啊，多吉利啊！穿着吧，挺好的。我们搞研发的人还穿成什么样啊？温总，没错，看多有工作气息，来穿一个。啊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这全公司就我一个人是坏人，你们眼中就只有你们老大一个人。好，那我再说一遍，因为周然从中作梗，现在根本就没有人愿意跟我们接洽。今天来的余峰资本不仅是我刷老脸找来的投资人，还是你们老大亲自喝酒喝回来的。你们谁要是因为个人的软硬件影响公司的这次谈判，别说什么工资奖金啊，你们这辈子都别想再拿到钱了。师傅，我刚才叫了个外卖，您可千万快点啊，我后半辈子能不能幸福都靠您了。咱们俩再对一下流程。侯总，清醒梦境的妾总在接待室等您，可是您现在应该出发去极客飞行谈投资的事了。人都到了，我先见妾总。妾总。哟，您好。您今天怎么有时间到我这儿来了？正好路过，过来看看你。行，上我办公室坐吧。啊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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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你这公司盘子真大啊。哎，行，这边请。嗯，好嘞。你好，您的美团外卖，请问哪位是小安小姐？师傅，您可太快了，我们投资人都没到呢。您，那就给我吧。说好的十点来，现在都快十一点了，肯定是堵车了。我出去迎你。何总您好，我是极客飞行的温迪。啊，您在哪儿？要不我们派人去接您啊？您放心，我们极客啊有非常专业的研发团队，还研发了……不，那个，于峰一直很看重跟我们的合作的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嗯。期待下次合作。到哪儿了？不来了。什么理由？还不是推脱的借口，什么风险评估不过关。临阵拒绝只有一种可能。周然是吧？不管是不是他，我都不会妥协的。哎，周然，你什么情况啊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伤害小乔，伤害极客飞行，你家良心被狗吃了！我怎么能伤害小乔啊？分手是小乔提出来的。退股呢，也是小乔做的决定，我只是配合他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人渣！上次跟你说极客飞行的事儿，先缓缓，你没。
没听啊。啊？周总，所有相关的手续我都已经放缓了，没有再推进。于峰资本跟极客飞行的第一轮谈判什么结果？姬总和侯总压根就没有参加呀。奇了怪了，大家都给我面子，拒绝了极客飞行的投资，他俩连南桥的面都见了，怎么关键时刻吞了？也好，让南桥感受感受，没有我周然，什么叫寸步难行。这是有关极客飞行新的商业合作方案，您看一眼。说不定你会很需要我。极客飞行，南桥。小乔啊。什么事儿？你好，请问您需要点什么？冰水，谢谢。好，请稍等。小乔啊，最近这几天很辛苦吧？辛苦。为了还你的钱，公司现在很困难。有困难就跟我说呀。就不该跟我赌气，伤的不还是自己吗？我已经帮你安排了新一轮的融资计划，补你公司2000万的缺口，帮你新品研发。不过，资金要在2个月后到位。为什么是2个月？2个月后，重新做我的新娘吧。小女朋友呢？还在吃我的醋是吧？这么说的话，你还是在意我的。你放心吧，我已经跟她断得一干二净。像你我这种身份，门当户对那是基本。你要是觉得没什么问题，在上面签个字。南乔，你知道我周然在？我知道。投资圈子就这么大，一旦你撤资了，投资人们就会觉得极客飞行转型不成功，产品没有商业前景，这些都是你控制不了的，我能理解。理解？对，所以我会如约在期限之前完成你的股权转让，
按照市价折成现金2000万，一分不少。如果你觉得这份股权清算书没什么问题的话，麻烦签个字，公司还要走流程呢。小乔，你今天来见我就是为了说这个事吧？本来可以只是做陌生人，偏偏要当个敌人。蓝乔，你给我回来！还送不送？滚！昨天我喜欢你，我爱你，我可以买几个包哄你，但是今天你在我眼里什么都不是。哎，一眨眼的功夫你去哪儿了？去见了周然。他还有脸见你？他这次说什么了？你确定要清算股权吗？早点两清吧，拖拖拉拉对谁都不好。我们已经有2000万的资金漏洞了，再加2000万，我去哪里找4000万？我准备提前发布新品。你打算提前多久啊？这本来的日子就已经卡得很紧了。一个星期吧。你是被周然气傻了吗？这是绝对不可能完成的。我和 QQ 他们商量过了，也不是没有可能。所有的硬件都进入后期调试阶段了，你是准备好了，可那些供应商们还没准备好呢。我让小安去工厂了，威逼利诱，要先搞定我们的产品。哎呀，真拿你没办法。你怎么站在这儿？不进去啊？没事，这实验室的门真是不好进。恐怕他今天没有时间见你了。还是资金的事儿。上午不是说见投资人吗？没人来吗？那帮人不是点名让他去吗？为难他了。你可千万别去问他。白的不够劲儿啊，怎么着，换个场子？没必要啊。服务员，我是你们这儿的 VIP 客户啊，这里是我的 VIP 客人，我们想喝什么就来什么，大瓶白的。我还两箱。两箱啊？不玩别伺候好了，怎么体现我的诚意啊？愣着干嘛呀，快去啊。这我做不了主，那就把你们能做主的喊过来。您稍等，快快快点。常少爷，您真是好酒量啊！嗨，哥，我谈了个大单子啊。这个化妆品不但送了咱们产品，还答应在咱们这办活动。你看，我觉得主意还不错，晚上送给姑娘们一石二鸟。修眉霜？啊？是要女生的皮肤睡觉吗？对呀。
不错，让皮肤睡得觉，人醒着继续喝。老板 ，H 二的客人非得喝白酒，咱这不是有窝的了吗？给他上窝的呢。跟他解释过了，他说那都不行，非得喝白的，还整整要两箱。行，你先下去吧，我这就去。我下去看看。客人想要的，就给他去买吧，记得上碗。碗。顾客呢，就是我们的上帝，服务得贴心，不是？上碗。行，那我亲自给他送点碗去。守城容易打江山难，家父的产业啊，想再拓展一下很难。如果有了资金，我想投一些新的。好，来了，坐着吧，快点。王先生是吧？我是老板，我叫庆浩。大家来酒吧玩呢，都是为了开心的，对不对？干嘛这么喝？小酌。小酌怡情，小酌，绝对小酌。这么好的酒，用碗喝确实浪费，浪费了。喝的有点多，麻烦您叫辆救护车做个准备。放心啊，轮椅都有。白天的时候，我跟常建雄说了你见侯月跟金明的事儿，后来他要走了那两个人的电话，还在清醒梦境定了位置。我觉得不对劲儿，当然不对劲儿。常建雄他，我跟你说，他那个人呢，平时就是说话不太正经。不好意思，啊，来了一狗皮膏药，特别难缠，好像还当过兵。哎。去接连救护车，不是咱们这有人喝多了，给他抬走。有这么严重吗？我告诉你，这是蓝天利刃第一次集训。第一次什么概念？试试水，摸个底。常建雄，到。你说呢？我只知道我不能走。
这个小子是谁？挺有意思的。常剑雄，你的死对头。才第一次见面，怎么就变成死对头了？哥，你在我们班上也是一等一的高手，在他面前，你们俩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。哎，我听说啊，常剑雄没有一个短板，战斗技能、机动技能、渗透技能、侦察谍报技能，全是最高水平。还有啊，他这个人不交朋友，没有娱乐，只会训练，毒得很。一个沙漠特能这么厉害？我们来之前都已经下了赌注，看看你跟常剑雄谁是第一名。这还需要赌吗？你为什么来？为了服从命令的。这个世界真小，怎么办啊？应该还没上到皮肉吧？继续喝。这可是拼命的喝吧？这俩肉鸡行吗？他应该有分寸。这哥们儿应该是来帮这南桥姑娘挡枪的吧？这妞可不简单，来的都是贵客。这个事情变得有一点意思。特别有意思，我刚刚在里面听见，这男的呢是常氏集团的少公子，刚刚转业，而且他跟这个南桥关系还不一般。老大，你这次的竞争对手很强大。这个女人呢，我要定了。泰哥放出话来了，说要搞死你师弟，你不让他卖，他也不让你好过。哎，那我下去看看去吧。他要陷害我，拖我下水的话，敞开门陪他玩。安了车载摄像头啊，姜还是老的辣，怪不得是老司机呢。这安姐过啊！哎，哥，这不是卖飞机的女的吗？哎，你看，往你车位那儿走了。你在这里盯着，我下去看看。装清高不让我们卖，他以为他这样自己干净。对，我就最看不上石月，总是压你一等。他不就仗着背后有安姐吗？凭实力跟泰哥您比，完全不是一个档次。石月这小子入行也没几年，他爬得那么快，还不是靠女人？泰哥您靠的可是真本事。既然他要断我们财路，那我们就让他无路可走。您说的没错，这一次可得给他个教训，让他知道您的实力。这个可是好东西，纯度是最高级别的。你说这个东西在十月的车里被查到，肯定够他在局子里边好好折腾一下。没听说你有女人了，滚！怎么着，安姐不在，寂寞了？来，让哥看看谁啊？跑！我的女人给你看的吗？我警告你，安姐不在，你别太放肆，啊！说话不用说的这么明白，做事。也不要这么倔，嚣张啊！你看你今天走不走得掉？
上。清醒梦境到底是什么地方？你喝醉酒的地方啊。你知道我在问什么？放心吧，干干净净。好不容易布好了一个局，就等今天收网，却没想到突然冒出一个你，真是意外收获。原本呢就是为民除害，没想到最终呢变成了剧中的偶。这话锋转的，南小姐，你说为什么我一遇到你呢就没有什么好事情发生呢？还是有一点幸运的，知道是什么吗？你没有穿高跟鞋，不然呢我要扛着你逃命。如果我穿了高跟鞋，那逃命的就是他们。女人的高跟鞋是凶器啊。哦，咱们今天又来了，是对我有需要是吗？我来找人。找谁啊？朋友。男朋友？朋友，会清醒梦境吧。你放心吧，前天晚上把你灌醉的那两个人被你的男性朋友灌成了急性胰腺炎，现在在医院。我朋友怎么样？你很担心他？放心吧，他好的不能再好，真是好大一条忠犬，还会咬人。手怎么了？刚才参与了一个聚众斗殴。去医院。麻烦你把我送到公司。我公司有药。好。药箱呢？这个柜子。对，下面。说。真的是坐飞机的？
你呢？开酒吧吗？哼，什么赚钱，我就做什么。我这个人比较贪钱。你这个赚钱吗？我们不是一种人。有些人是有梦想的。也对。如果你这个行业赚钱的话呢，就不用去我那个酒吧，陪那个什么投资人喝酒。谢了。慢走，不送。哎，你就算在这里整天加班呢，你公司也不会起死回生的。走吧，跟我走吧，我有重要的事情告诉你。可以投资极客飞行。你开什么玩笑？你知道我们公司值多少钱？5000万，要你公司40%的股份。南小姐觉得怎么样？这是已经调查过我们公司了。这个你不用管。我自己的公司，我怎么可能不管？现在市场不好，融资不容易。你知道我给你这个数已经是在市场上非常非常的公道了，如果让我来估值的话，恐怕连这个数的一半也到不了。只要你要，第二天全额到账。你这是想趁火打劫吧？我是生意人，我不会稀释我创始团队成员的股份。生意嘛，得看怎么谈。在谈钱之前，你知道我是做什么的吗？你知道我的公司有多少人吗？你知道他们每个人都擅长什么吗？知道我们一天的工作量是多少吗？在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就说要投资，请你尊重一下别人的事业。极客飞行不是你玩投资游戏的地方。我到家了，你停车啊。南桥，我愿意投资极客飞行，无人机事业，我是认真的。好好考虑一下，你会需要我的。找到常天雄了吗？已经通过电话了，他还惦记着帮忙找投资人的事儿。你先别担心他了，提前新产品上市时间的事儿，你真的已经想好了。拼一次硬实力呗，算我一个。
一分钟，37个。好小子，啊，有股子兵味啊！四个出现了晃动，两个姿势不到位，只能算31个，刚刚及格而已。继续保持住，每天的基础训练不能停，1周2天的体能训练必须坚持。要求吃5公斤的负重，长跑5公里，1分钟之内做100个俯卧撑，70斤的杠铃推60下。要密切关注你的体质指数，每周向我亲自汇报，能做到吗？能。去吧，把衣服穿上。哎，看什么看？啊，我年轻的时候比你强。你这天天的上我这报道，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？伯父，您对我的锻炼都这么关心，能不能稍微分点时间关心一下小乔啊？我关心的什么？跟这些破飞机结婚？周然配不上小乔。你应该也觉得庆幸吧？不是在结婚之后才发现周然那些破事。你一直在帮助他的公司，这我知道。伯父，我不是故意要瞒着你的。你既然回来了，好好的看着他，别让他再胡闹。请吧。回去告诉周人，想要请我，这几个人少了点。小张总，赶快上车吧。老许，就不能换点新花样？怎么，这次接见还不满意啊？想要见我，不用这么大费周章。哼哼，我就差没派直升机去海岛通缉你了。3年了，你终于知道回家了。哎呀，一回来就往你南伯父家里跑，还知道谁是你亲爸？老程啊，有时候我在想，你这么小心眼，是怎么当上企业的老总的？哎呦，就你南伯父好啊，3年了还不让小乔回家呢。老程，好好好，我小心眼儿，你说我小心眼打下的江山，还不是为了给你吗？啊，我的小程总，皇冠宝座都准备好了，赶紧上位吧。
这是为了让你和小乔有一个共同的话题。嗯，你想啊，大家都是老同，是不是得有一个聊天的基础呢？还有啊，你得向小乔学，做人嘛，要有点冲劲。嗯，小乔是白手起家的，你让我向他学习，好啊，那我先从基层做起。哎呀，你是不是非要跟我反着干？终于说对了一次。你看看你啊，除了一身的蛮劲儿，还会干什么？我懂金融，懂市场，懂业务，还是有人脉。小亮，哎，张总，哎，看看咱们公司还有什么职位上的缺口适合的。设计部刚刚走了一位总监，一个从小到大只会画那个乌龟王八蛋的人做设计，笑话。那公关部经理刚走，那也不行。你说，他的哥们儿除了哨兵就是警卫员，供谁的管？那您的意思是，找那种适合他的、工资低的。不用动脑子的，司机怎么样？满意吗？哎呀，唐总，需要用车的时候。记得给我打电话哟。新品发布的准备必须要在一周之内完成，这是一场硬仗，大家都打起精神来，好吧？现在说一下分工，小安你去跟供应商对接，但是这次必须亲自上生产线，缩短沟通时间。收到。Q 哥，哎，高兴，配合我完成程序的优化。我已经推算过时间了，我们必须在一天之内完成调试。好，老秦，硬件的磨合交给你，但是你只有半天时间。收到。温迪，发布会的时间提前了，方方面面都要你打点，辛苦了。放心吧。有困难吗？有困难现在赶紧说，没有就开工吧，好吧。哎，老秦。你这半天时间来得及吗？来得及啊。那你刚才怎么说呀？我来也。你这小猴子，别，起来！小月换成女魔头了？这次更可怕。哎呀，我跟你们两个说，不在压迫中死亡，就在压迫中爆发。一人来的？圣母皇太后在后面呢。哟，南琴姐，都在呢。南琴，休息休息，吃点零食。知道你们爱吃，特地带来了。哎，妈怎么也来了？我怎么知道？子乔，吃点吃的。你怎么来了？你手怎么了？南琴姐，喝水。妈，你懂不懂什么叫隐私啊？怎么回事呢？胳膊肘往外拐呢？小姨是我亲小姨，而妈妈呢，不一定是我亲妈妈。小姨，你看，你看，哪有亲妈这么对儿子的，动不动就打我？那我也没见你受伤啊。小姨，我就跟你这个无人机一样，溜得快，抓不住。爸给你写的信。就我外公还这么老土，现在谁还写信啊？你懂什么呀？这是我跟你外公唯一的交流方式。那以后咱可以派无人机啊，外公写好信，点几个按钮，就飞到你的实验室来了，多方便呀！
主要是能摆脱这位烦人的南琴女士啊。你怎么跟你妈说话？哦，看看写什么了。这哪是信啊？寄语两则，南桥谨记：一，婚姻大事不可儿戏，迷途当知返；二，家庭为贵，事业次之，悬崖须勒马。住。常见雄值得重点培养。总算知道我妈说下的话怎能一套又一套，全是遗传在外公的。妈妈一页纸的批评教育，这是南家特色啊。男孩子怎么话这么多呢？出去玩去。哦，小姨，无人机我带走了，去吧。耶，老秦。嗯，行，过去。看爸写的没有，常见雄值得重点培养。为什么咱爸就觉得你和我最大的价值就是嫁人呢？其实全天下的爸爸都一样，都觉得女儿要嫁人，嫁对人是这一辈子最大的事。无人机也是一辈子的事情，这可是我的事业。其实从你这个极客飞行开业以来，爸爸就一直试着理解你。但是你们之间的矛盾需要时间来磨合。时间？我这儿可时间不等人。大家都不研发了，等爸理解我了，全世界人一块研发无人机。事业归事业，家庭归家庭。爸爸现在退休了，在家里闲着没事儿，可不天天盯着你吗？你要理解他。那我更得研发无人机，赶紧研发，研发出的第一架就送给咱爸，然后生产出来的第一批通通给他送回家，让他把那些老战友都叫来，大家都一块儿在家飞无人机玩，别没事儿老关注我。这办法特别好，快点来给爸爸回个信，说爸爸明天来我这儿上班。你可得了吧，他来我这还不乱套了，我这儿得军事化管理。给回点什么？师公啊，给刘志梅。怎么回事？笑一下，尊重一下我呀！你是肌肉练得比我猛，路子比我广，钱挣得比我多，但是我有媳妇儿，你有吗？那是我不屑。你答应给人开清醒梦境分店的，这又没谱了。谁的清醒梦境？哥的，哥的就是我的。我的除了媳妇儿是我的，剩下都是你的。暂停原计划。为什么呀？有更好的投资，何乐而不为？你别告诉我你真要投那妞。我不是要投那个妞，我是投人家的公司，好不好？他不就是一搞航模的吗？大哥，有没有听过超视距飞行啊？我说了你都不懂。 GPS 三维空间你听过吗？那个姑娘比我想象的更厉害。你要知道室内是没有 GPS 的，没有 GPS， 无人机就飞不了。但是他的无人机呢，却可以在室内空间飞行。他们靠的是 MEMS 传感器。如果真的是变成了产品，你知道能赚多少钱吗？那有什么用啊？你知道有什么用？还轮到我去投资公司吗？你这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你连无人机都懂，你是不是马上就要登月了，哥？
有些东西啊，你得去学一学。追女生必须动点头子。帮我盯紧了极客飞行，给他们施加一些财务的压力，搞破坏，你最在行。放心，我懂。抢走他们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，压低他们的市值，然后趁虚而入，让咱们的利益最大化。你教我的我都明白。不是我说的没错吗？自从那女的一出现，真的我在你心里的位置真的就剩这么一点点了。哎，生气了？我可以救你。不救。我缺个司机，就他了。你真的叫十月吗？有过其他的名字，但不想提。连名字都不想记得，那过去的事呢？过去的事情也不想提。这是我给你留下的印记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的人。兄弟们，就得陪吃陪喝陪洗澡。有话说。我跟你说，就昨天那个狗皮膏药，可真是一脸蛋。他爸是长氏集团的老总，他跟你南桥是青梅竹马，这墙角你挖起来有点悬。还有啊，那个南桥他爸可不是一般人，他18岁就去德国了，据说那枣树特别厉害。叫什么高什么很能吃什么 ？Dr. Tinson Frederick。啊，对，就是这个，啊，就是这个。行啊，哥，够下血本的啊，认真了。我这个人呢，就不太喜欢太笨，也不太喜欢太聪明。啊？我没有叫你去查南桥，你自作主张去查了。你帮我盯紧长剑雄好吗？不是哥，这个安姐她……我自己有分寸。哇！烫死我了！我现在只想忘记这里的一切，想要离开。我陪你离开这里。为什么？两个都有过去的人，才可以重新开始。哟，安姐的电话会你都敢迟到，你这喜新厌旧也太明显了吧。我大哥什么时候来，咱这会就什么时候开。口气倒不小，你以为你现在是谁啊？还是安姐养的那条小狼狗吗？总比某些赖在安姐身边的哈巴狗强吧。哎呀，十月，那天怎么样啊？你那妞得逞了吗？
你这么闲，先管好自己的事。男人事业好，不就是一种魅力吗？生意的事儿我从来不担心。你以为今天安姐叫咱们来开电话会是为什么？啊？不是我十月的，我不要。算你小子识相。剩下给你的，我才不要。安姐，我是阿泰。泰迪。那个好久没见你了，你怎么样？我们都特别想你。那个公司这边有我，你放心，什么事儿都好。赵十月。安姐。从清醒梦境收收心，准备打理新公司。安姐，我资料我会传给你。安姐，这段时间我打算帮清醒梦境多开几家分店，所以应该没有时间帮你。十月，玩够了就该回来了。安姐，那个十月他没空，我有空，你有什么事儿你交给我，你知道的，我上刀山下火海，我在所不辞。不能卖的都卖了，业绩还拼不过一个酒吧呢。安姐，你这听谁说的？他们这是有人故意诋毁我。等我回来。安姐，安姐，老秦。嗯，怎么了？你再跟我最后对一遍数据。新品发布会的最终修改方案在这儿了，然后下一个我们马上去做。30分钟，你不出来，我就进去。大哥让我来接你。
这样的女人，应该优雅的离开。时间还没到。我心里的时间已经到了。数据一定要记清楚啊，包括摄像头采集回来画面也要存强啊。好的，宇哥。红星，你这边也是啊，一定要记清楚，切记千万别出错啊。没有。可以。哎，宇哥 ，Q 哥跟小安已经在天台上准备好了。是。好的，一切准备就绪。出发。